请。2012年3月22日，岁次壬辰，三月初一古旦，春风和谐，万物清荣。时逢妈祖之光普照万方，大型电视晚会举行，即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起驾巡游，世界各地妈祖宫庙派出代表共聚大甲，敬献捆城。仅以黄钟大吕之月，清理鲜花之剑，祈求妈祖赐福，四海咸安，五洲同祥，普天之下共沐灵光，大同世界和平永享，结成福祺，奉此馨香。接下来有请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先生和世界妈祖宫庙代表一起上台，他们分别是来自英国伦敦天后宫、南非开普敦天后宫、
美国旧金山天后宫，澳洲墨尔本天后宫，新加坡天福宫的信众代表。Mr. Nathan, please. I am from London, and I represent the believers of London's Maju Temple. Chinese people deliver their God of peace to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ouched by the sea. They transfer the spirit of peace. I am here to represent the European believers and pray for the blessing of Maju. Holy light of Maju,Cross over the world, blessing Europe, and light up in unison. Maju, Woman Aini. 我是来自南非 Cape Town 天后宫的信众代表，台湾彰化高中师生及留学生曾用五天徒步100公里，沿传统妈祖绕境路线，筹募非洲水资源开发基金，令非洲民众感动万分。在此，我谨代表非洲信众到此祈求妈祖赐福，天后慈恩，见我非洲五谷丰登，山河锦绣。我是来自美国旧金山天后宫的信众代表，自我祖辈起，许多华裔年轻时背井离乡在外逃生，他们的努力得到妈祖的庇护，如今他们纷纷在侨居之处供奉圣母金身以示感恩。今天我谨代表梅州信众到此祈求妈祖赐福，祈愿梅州远离硝烟，物我民安，百业愿。我是来自澳洲墨尔本天后宫的信众代表，在美丽的马利拜农河边，矗立着南半球最高的天后圣像，她远渡重洋，为维多利亚州民众、华裔及越南籍等澳洲信众镇海安澜。今天我谨代表大洋洲信众到此祈求妈祖赐福，玩玩天飞往西福泽，保我大洋山水同和。我是来自新加坡天福宫的信众代表，在新加坡，马祖是至尊的海上保护神，他福泽广备，人们相信无论是商人、海员还是病患，马祖都能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今天我谨代表狮城信众到此祈求马祖赐福，赫赫天后，广泽亚洲，祥真永乐，万众长寿。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马祖信众相聚于此，我谨代表大甲镇南宫董事监会恭迎大家，让我们共同祈愿马祖再显神威，赐福人间。千百年来，妈祖慈恩浩荡，保佑着海内外中华赤子平安发达，愿世界放飞和平之歌，普天共唱大同之曲。感谢来自五大洲的妈祖宫庙代表，谢谢大家的到来，请入座。有请本场节目主持人赵娜、吴宗宪、吴宇舒。Hello， 大家好。
宝宝们，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很开心又看到大家。哎，妈祖之光，普照万方。哇！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安。好，大家好，我是福建海峡电视台的主持人赵娜。感谢妈祖，让我们再次重逢在大甲的舞台上。各位朋友，大家好。亲爱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安邦，大家好。看到大家，我们心情真是太开心了。大家好不？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台湾东森电视台主播吴雨舒，大家好。是宪哥好，雨舒 好。各位朋友，这里是妈祖之光普照万方大型电视晚会的直播现场。是的。向各位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呢，是由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中华文化联谊会、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台湾台中市政府、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台湾台中市大甲镇澜宫董事会所共同主办，同时呢是由福建海峡电视台和台湾台中市文化局所共同承办的。我们感谢各个单位的共同努力，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重头戏呢，就是明天一年一度的妈祖绕境活动就要正式展开了。是在刚刚的那个祈福仪式当中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有各国的代表、各个宫庙代表是特别呢来到我们今天晚会的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祈福的。当然有很多的宫庙他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他们也纷纷的发出了贺电，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发出来的贺电，我们会替大家来宣读。太棒了。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各个世界宫庙们的参加，谢谢你们。谢谢。那么非常的感谢大家，这已经是中线了，第五年来到这里。当然跟我的学姐赵娜比起来，你已经十年了，十次哦。哎，那这五年来了啊，看到这里的表演，每一次都是越来越精彩，对不对？也有很多人呢，是为了我们这个阿令来的，很多人哎是为了这个罗志祥来的，对不对？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胡夏来的，更有很多人是为了吴雨舒还有赵娜这两位美女来的。我们两个是为了宪哥来的。哎呀，真的吗？太感动了。但是所有的人最多粉丝的一位就是我们的妈祖，你说对不对？是啊，那是我们的超级偶像，没错，超级天后了。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我们连续第十场的盛会了，所以今天我们想邀请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十全十美的盛会，好不好？好不好？先来一次疯狂的掌声，让我感受你们存在。太棒了！而且呢，在第十场的时候，我们的制播团队的阵容也是非常非常的豪华，允许我深吸一口气向大家来介绍。各位朋友，我们此时此刻那么晚会也正在通过福建海峡电视台、福建东南卫视、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台湾东森亚洲台、台湾东森美洲台、台湾超级电视台、台湾中视电视台、台湾公共电视台、台湾未来电视综合台、台湾年代 MATCH 台以及 MOD 艾尔达电视台、台湾西海岸地方电视台、宏观电视台，还有马来西亚 Astro AEC 电视台和新加坡 Singtime TV 加乐台一起来进行直播和转播，好豪华的阵容啊！是的，是，谢谢大家。妈祖的大爱千古流芳，举世共享。在妈祖的面前，没有种族的隔阂，没有肤色的差异，因为他将天下的苍生都带进了他和煦的阳光里。我们也将记得妈祖播撒阳光的道路，
这条道路呢是从福建的湄洲所开始的，沿着海的方向，从日本到新加坡，从澳大利亚到了美国，再从阿拉伯海到墨西哥湾，再到了全世界的五大洲乃至二十几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大家公称她为天下妈祖、世界女神。所以各位朋友，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篇章——江海同享。这里靠近中华万里海疆最北端，万里长城最东端。136年前。清光绪皇帝决定在此设县建成之时，先下旨开建天后宫，恭请妈祖娘娘保佑这座边境新城繁荣昌盛。今天，昔日的蛮荒之地已成为了东北亚的交通枢纽，美丽的边境城市丹东。都说有海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和丹东一样，天津、营口、烟台、青岛等沿海城市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从荒凉的渔村变身为繁荣的都市。百年来香火不断的妈祖庙，为华夏海岸镶上了一道闪闪发光的金边，成为绝无仅有的文化景观。其实呢，作为世人的福祉，妈祖拥有着比海水还要辽阔的美丽。哇，刚看到他们这个鼓无双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是，而且啊，这个鼓声一来啊，整个人心非常的振奋。你们说这个表演炫不炫啊？太棒了！应该给人家热情的掌声，太棒了。那我相信呢，在场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希望可以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方舞台上呢，是共同来表达出对妈祖的爱。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安排，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期待咯。没错，妈祖爱我们，我们也爱妈祖。你看每年呢，我们农历三月的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的绕境进香活动啊，每年都造成万人空巷，非常轰动的场面。是，没错，不仅非常非常的震
震撼，而且呢会有那种感动在心里面。而且这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这个民间信俗文化活动，而且呢明天大甲妈祖就要开始绕境巡游了，所以呢我们特别选在绕境活动开始的前夕来举办我们的这个大型的妈祖之光的综艺晚会，是一个庆祝晚会，就是、对、是希望呢可以代表全球的妈祖信众献给妈祖一道歌舞盛宴。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可以和所有的妈祖信众一起携手在我们这方舞台上感念妈祖赐予我们的恩泽，并且来表达我们对妈祖的爱。对，所以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样，我们每一位都要拿出我们的热情，让我们的歌声大声地唱出来。是，我们要表达爱的时候就要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来。哎，痛痛快快表达。今天我们要让他喜上加喜，有一位漂亮的女生，是马上，女生什么时候是最漂亮啊？当新娘子的时候。没错。哎，加上痛快，然后加上准备做新娘的女生，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你们说是谁？大声一点，我没有听到。是谁？一起来欢迎新娘子 Ella。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颗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Come on！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了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享用我的感情。痛快去爱，手机给我，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痛快去感受。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吻和泪都是改变光纪念的痕迹。很乐意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心，爱或伤害都怪乎都是活过的证据。痛快去爱，痛快去痛，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颗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艳阳暴雨，不要客气，请一直澎湃我热切的血液。我活着的目的就是我的生命。痛快迎接，痛快等候，痛快去试探，痛快去触碰。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痛快去爱，全场朋友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善男信女们，大家好，我是 SHE 里面的 Ella 里面的陈嘉桦。
哇，今天好多人都是为你而来的。Ella 的粉丝在哪里？嗨，在哪里？哇，都是，谢谢你们，好多。Ella 是第一次来大甲吗？其实我们 SH 唱大甲妈祖的这个演唱会已经有好几次了。然后去年呢是 Hebe 一个人，今年该我一个人，明年我们不会让 Selina 一个人，我们要三个人一起，好不好？哇，董事长听到喽，他说要三个人喽。啊，拜托拜托，再叫我们来，一定要再请他们来。当然，我们都看到，哎。恭喜啊！吓死我！哎呦，吓他一下！哎，这个人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几月几月啊？五月五号。五月五号啊，就是划龙舟嘛。没错没错，划龙舟划进去节。哎呀，厉害了！所以呢，我每次想到粽子就想到你老公了。真的吗？你小孩。哎，但是啊，一个人啊这个结婚就这么一两次，所以一两次啊，是你才一两次吧？啊，不不不，我一次，就一次而已。所以我希望啊，你能够非常的幸福。明年这个时候再到咱们大甲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带着你可爱的胖宝贝来了啊！没有那么快啦，没有那么快啊，大概两年后。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么快。将要结婚的时候，马上怀孕才来得及。对，因为我工作比较繁忙。哎，但事事很难讲喽，好不好？搞不好回去就真的怀孕了啊！那要感谢妈祖的庇佑啊！谢谢谢谢谢。当然，我们今天来请到 Ella 来呢，其实我们还有听一首歌，当然是不够的。对，还有另外一首歌，对不对？没错，好，现场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叫什么？叫做 Shiro。 好， Shiro， 因为是女英雄赞颂妈祖。 Shiro， 欢迎全场的人，怎么嗨起来呀？尖叫声， 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don't stop。 S-E-7-2-0 自己看烟火，陪着自己去兜风，想软弱说分手，自己旅行自己梦，喝一罐冰啤酒，灌溉久违的酒窝，让笑容回到双颊的粉红。你是谁说你还没有 rock and roll？ 但最后只剩下我，这是我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为何不做自己，只守成天的虚荣？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这虚荣小女我，挥舞着骄傲披风。后面的朋友，手在哪里？想转身，先自由。说再见先解脱，世界在他背后，就算任何的辽阔，越坚强越温柔，也捏紧我的拳头去抢走，去抢走全新生活的节奏。谁说你还没有 rock and roll？ 但最后只剩下我，谁是我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为何不做自己，只守成天的虚荣？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可虚荣小女我，挥舞着骄傲披风。呀，后面的朋友，全场的朋友，手举高 ，Come on！ 在我的毕业诗中，那把 Sorry 改写成和 Sorry。那就请天开始遇见他，我王宫一般的虚荣。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 为何不做自己，只守成天的虚荣？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不再退缩。不要了，不找了，不等了，谁要 hero？出来做自己，只守成天的虚荣。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荣，小女我，挥舞着骄傲披风。S-H-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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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亲爱的
朋友们，妈祖文化呢，作为一种传播久远并且具有普世价值的信仰文化，在全球呢，目前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所追随。那目前呢，全球有6000多座庙宇，有3亿多信众共同在为海上的平安女神，在为我们的妈祖来虔诚的守护。那明天呢，就要开始大甲妈祖的这个绕境巡游活动了，而且是在我们整个晚会的这个筹备过程中啊，我们不断地在收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妈祖公庙所发来的贺电，他们希望在这方舞台上，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晚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妈祖的恩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部分的贺电。哦，贺电来了，是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发来贺电，恭祝大甲镇澜宫香火兴盛，妈祖之光普照万方，谢谢。哎呦，厉害了！有没有看到赵娜在看这个？你有近视是吧？是哦。我就没有近视，我有远视。哎，老花眼吧。那么接着下来是中华妈祖交流协会发来的一个贺电，在这里恭祝全球信众共聚大甲，妈祖之光耀我中华。棒，谢谢谢谢。另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天福宫发来的贺电，恭祝天后慈云福暖人间，狮城人民共享大爱。以及我们天津天后宫也发来了贺电，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普天君雨露，大海静波涛。是，太棒了。其实我发现呢，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大家对于妈祖恩泽的感念都是一样的，对于妈祖的爱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因为有了你们，这份信仰的力量才会更加的强大。谢谢。那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妈祖呢，因为妈祖让我们海峡两岸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们全都在一起了。是是，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妈祖呢，用慈爱浇灌的时光，还有我们诚心祈祷的岁岁年年。是，那说起来呢，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我们一起沐浴着妈祖的恩泽，我们也一起经历了许多青春的岁月。哎呦，你刚刚讲到那些年了。是哦，对，是哦，大家都知道，很煽情，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一样，不管年长的也好，因为谁没有年轻过呢？对呀，那一年难免都会有一些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嘛。哦，哎。不管呢，你到最后有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一份思念，这一份祝福却是可以永远存在的，这就是 memory。 所以我们今天接着下来要带来这一首歌，非常好听的，叫做是那些年。一起欢迎吴夏。欢迎大家好，我是胡夏，那些年，希望大家会喜欢。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愿。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假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接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
最后回首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我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些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后面的朋友，这边朋友，嘿，大家好。这边朋友，嘿，大家好。有没有会唱的？我们一起唱。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谢谢。我们妈祖从水中走来，一步一莲花，走向更远的山和更远的海。她和阳光一起驱散了人间的苦难，温暖着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时空多么的久远，妈祖的爱总能穿越千山万水，滚滚红尘给我们拥抱，而妈祖的目光也能够抵达心灵的最深处，给我们以祥和。而追随着妈祖的足迹，我们发现不仅是在大陆的沿海地区，而且呢在河流溪水所流经的高山内陆也都建有妈祖庙。是的，那么接着下来请看第二篇章，山水同和。云贵高原上的镇远县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内陆古城，在这样一个远离大海的地方，却也修筑着海神妈祖的天后宫。这里生活着23个民族，包容着不同的风俗文化，同时又是中原腹地通往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中外客商与多民族百姓和谐相处，共兴共荣。人们说，这都是妈祖娘娘的庇佑。在这里，妈祖就是和谐之神。从滨海到内陆，从中原到边陲，妈祖的宫庙建在哪里，就把开阔包容的海洋文化带到哪里。也把和平与爱的信仰根植在那一方山水与人们的
心中。相传妈祖羽化升天之时，留下定海神珠，护佑四海安澜，重现世间的神迹。太昊一族闯入湄洲湾，伺机夺取英雄焚香，以八荒玄火阵守护神珠。好神奇的一段表演。对啊，哎，我觉得那种古老的传说，然后可以用声光电的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格外的给人以震撼。但是我相信呢，在座的很多朋友从小都是听着妈祖的故事长大的，包括我在内。真的，我小时候我阿嬷呢也是常常跟我讲妈祖的故事。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到台中到大甲都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跟妈祖有关的神奇的传说。那听到最多的一则就是，听说当年呢，只要是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如果是碰到困难的话，就只要高喊说妈祖保佑，妈祖保佑，然后呢妈祖身边就有千里眼，有顺风耳啊，就会听到，然后告诉他，妈祖就用他的法力，然后安波定澜，可以帮助遇险的船只顺利的回到家里。不过现在已经不只是桃海人他们信奉妈祖，其实呢妈祖已经变成几乎是普世的信仰了。是，所以呢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后人，他们纷纷都来膜拜妈祖，所以现在呢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妈祖热。
所以你看哦，不管时光是怎么样的流逝，那妈祖的传说依然是永恒的，而大家关于妈祖的信仰也会更加的深刻。那其实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呢，妈祖的名字一直被呼唤在众生的口中，也永远都被烙印在众生的心上。所以今天在大甲，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要向妈祖来呼喊出妈祖，我们的爱都归你。我们有请阿令，爱归你。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都可以借给我。生活变得不可思议，因为你让我展现无穷潜力。黑暗里我能感受你的轻微呼吸，混乱中清楚听见你的话语，整个世界为你而美丽。宇宙星辰围绕着你，我的爱归你，这是没理由的决定，这是无条件的教育，付出一切才不可惜。我的爱归你，爱你让我看出自己，爱你让我懂得珍惜，重新找到生命轨迹。在摸失去分寸毅力，没有你世界末日就要到临，看着你所有烦恼事情离我而去，望着你感受你的心跳回忆，整个世界为你而美丽。宇宙星辰以你为中心，我的爱归你，这是没理由的决定，这是无条件的教育，付出一切才足不惜。我的爱归你，爱你让我看重自己，爱你让我懂得珍惜，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在我
归你。那各位朋友，我们的晚会呢进行到现在，我们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贺电。莆田市文丰宫发来贺电，梅州玉妈祖，妈祖佑四方，天后祖地祝台湾信众吉祥永乐，谢谢。那澳门天后宫也发来贺电，以妈祖之名建澳门之城，以赤诚之心沾万世宜德。我这边呢也有几个贺电啊。澳大利亚墨尔本天后宫发来的贺电，天下妈祖同一人，世界信众共一家，澳洲与大甲同沾恩福。谢谢。那法国巴黎真一堂发来贺电，恭祝全球信众喜乐安康，世界和平，福祥永享。青岛天后宫管委会发来的贺电，感谢妈祖赐予福祉，共祝大甲晚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谢谢各位。那其实呢，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哦，妈祖娘娘一直都在用千手普渡着人间的愁苦，也在用千眼普照着我们的愿望。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安排了一个特别有特色而且很精彩的节目，名字叫做千佛善舞，很帅哦。特别的是，是我还以为是麻辣天后宫也发来的歌词。是是是，哦，这个我知道，是啊，它跟一般的舞蹈是不一样的，哎，它是功夫的舞蹈，对，所以等一下每一位表演的人，他们都是少林高手，少林武功盖天哈，十八当郎英气散啦，好帅哎，哦，这个厉害，所以我相信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都已经跟我们一样等不及了，所以我们赶紧把他们请上场，好不好？好，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千佛善舞，有请。Thank you.
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哇哦，超精彩的表演！哎呀，这个几个小伙子啊，他们跳起舞来真的是有板有眼呐、啊，好厉害、啊、哦！接着下来呢，也是一个少男的团体，而且呢，每一个都长得很帅，又很能唱歌啊。对啊，干脆这样好了，我就先请他们出来，好不好？好，我们不过大家放心啊。不是修比都华啊，他们比修比都华要帅多了。这一点呢，我不太能够苟同啊。而且他们可以跳舞，修比都华不会跳舞啊，因为修比都华的团长就在这里。等一下来评评看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叫做麦克 ，M I C 天团，简称叫麦克是吧？那先欢迎他们出来吧，各位注意哦，他们是未来的超级巨星喽。现在赶快先喜欢他们，一起欢迎我们的 M I C。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哦哟哟，帅帅帅帅！来来来，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吧？第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 瑶瑶。谢谢。大家好，我是 MIC 队长王浩。大家好，我是 MIC 剑次。大家好，我是 MIC 约翰。大家好，我是 MIC 小新。谢谢。哦，哎，这个很厉害哦。听说啊，你们跳舞吗？跳不跳？跳啊，也跳舞是吧？啊，也和声吗？也和声是吧？那第一次来台湾吗？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对，对台湾留下的印象是怎么样？台湾的人们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很热情。台湾的小吃好好吃啊，小吃。哇，在台湾呢、啊、多待几天呐、啊，人都胖了一圈呐、啊。那我们台湾的歌迷啊，是全世界啊，真的应该算是最热情的。所以你们好好给他们加油一下，他们喜欢你们，你们未来就红了。你们说是不是啊？谢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我们非常开心看到你们。那给他们一点考验好了。好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和声怎么样。考和声、啊。修比都华的团长来考一下。考和声啊，但是我的专长是舞蹈哎。最好是，那我们来拼一下也可以。拜托，我这个舞蹈跟多少人跳过、啊？这是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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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课舞就对了。还不错的，那考和声好了，好吧？那咱们一字排开，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好吧？最低音，这样慢慢过去。好的，他们要重新编排一下。因为他们人家第一次到台湾来，所以呢，他们闽南语不太会讲，我就教他们讲闽南语。我教你们讲闽南语，好吧？我们试一下。假爸阿妹，假爸阿妹，哎，对对对，假爸阿妹，假爸阿妹啊，就是你好吗的意思。假爸阿妹，假爸阿妹，假爸阿妹，没有了，没有，是吃饱了没有的意思。哎，但是差不多，哎，我们问候人家就问，哎，你吃饱了吗？是一种问候。那我们用唱的。加八倍一倍，然后越来越高哦，加八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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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唱不上去，来排上去，我们收乐女团员好了啊，你们加加八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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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八倍。高音了，哎呦，好，再来，再教一个好了啊。哦，看到一个女生，你就要跟她讲巴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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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掌。哦，一起来，一遍气，巴掌。啊，然后她就会送给你一个巴掌，巴掌啊。哎，这个就不要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了啊。那干脆站好了，他们应该带来很多他们的歌曲。对，他们今天带来的是串烧歌曲啊，包括了 Rockstar 还有 Get It Hard， 哦，都是新歌，非常好听，给他们支持好不好 ？MIC， 来欢迎我们，谢谢，谢谢，谢谢。C， 我好想加入你们呢。好啊，来啊，小哥。算了算了。我就是一个 rock star， 我影子像把吉他，我节奏打破任何喇叭，一点都不像其他。每次想起麦克，世界最爱的歌手，脚踏下马路，不小心月球漫步。I'm doing pretty girl， 不要担心，总是怀疑，我都把你放在心里，像个心脏起搏器。你说你的曾经让你发了神经，所以到了现在。是你爱他，
你想做什么？我是你心里第一心目中最爱的歌。Come on. Yes, she likes me. Yes, she wants me. Yes, she needs me. 她想要一个 rock star. Yes, she likes me. Yes, she wants me. Yes, she needs me. 我就是你的 rock star.Come on, let's take a shot. 一定喝了酒，不然你不会这样甩着你的头。我们的呼吸开始变得很自由，那就都不要害羞。You know, girl, you know. Oh, party 有你这么久，所有的人想害就害的没理由。来一杯香槟庆祝此刻的自由，随着 DJ 的节奏。You know.就是人群之中倾听着我的歌，忽然间一幅天翻，像一双手紧握着我手 ，Call you now, say you now. Hey, got a pretty girl， 她就是人群之中倾听着我的歌，相信我下一秒可以叫你 my girl, you save me all my world, you know, say you know. Everybody.谢谢谢谢谢谢。坐看人世间的千年云烟，聆听人间的无烟之声，他倾心于黎明苍生的福祉，为芸芸众生指引着心灵的皈依。妈祖坐在静穆的庙堂里面，就等于是坐在信众的心里，他点起了一半心香，也轻易点燃了普世和平、世界大同的意念。所以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三个篇章，五洲同安。南非首都开普敦是一个著名的远洋渔港，每年都有近千艘大陆与台湾的渔船停泊在此。旅居当地的华侨与远洋船员之中，有许多是虔诚的妈祖信徒。2001年，侨界信众恭请妈祖分灵开普敦，供奉起非洲大陆上第一座妈祖神像。许多南非当地的居民追随妈祖慈悲为怀的大爱精神，也纷纷成为了忠诚的海外信众。自此，妈祖宫庙与妈祖的信仰遍及世界五大洲，妈祖已经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海上女神。
有一种悲，穿越历史的风吹雨打，却更加光芒万丈。天津本是京杭大运河旁的一个小村庄，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需从江南海运粮食北上。从公元1275年开始，连续7年，数以万计的运粮舟船皆被风浪吞没。直到第8年，运粮大臣将妈祖神像请上每艘粮船，才使船队首次成功驶到这里。忽必烈感恩，下旨封妈祖为天妃。后来元朝皇帝又下旨在天津建妈祖庙。靠着妈祖的护佑，运河上的小渡口渐渐成为渤海边的大码头，后来又成为中国第3大都市。代代天津人都懂饮水思源，于是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老话一传就是700年。这个天津的船商水手非常多，天津人对妈祖娘娘的信任几乎成了天津城市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信俗啊。那这天津到目前来看，我们天津信奉妈祖的人啊，就大约在80%以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春节，我们重大的民俗节日，天津人都要到天后宫来这个祈求平安，祈求和谐，那么形成了天津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了。有一种语言，带着乡土的气息，却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听懂。在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有着内陆最大的天后宫，建于清朝乾隆年间。8年抗战，妈祖张开她坚强的双臂护佑住这一方土地，芷江成了侵略者始终攻不破的圣地。1945年4月，气急败坏的日本军队集中80000重兵再度对芷江发动攻击。决战前夜，人们走进天后宫，妈祖的目光坚定刚强，大义凛然。那一刻人们更加坚信中国必胜。1945年8月21日，芷江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民投降。那一天，天后宫内外欢声雷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妈祖笑了，人们仰起头，果真见到妈祖幸福地笑了。人们侧耳听，似乎听到了妈祖胜利的欢呼。在北极圈穿过的挪威，妈祖庙如寒夜里的灯火，温暖着常年与冰雪作伴的人们。在非洲内陆津巴布韦，妈祖庙如春日里的甘霖，滋润着连绵的石头城。在澳大利亚这个移民众多的国度里，天后宫里妈祖娘娘沉静的笑，让人们找到了新的归处。新归处即是最美的家。世界都爱妈祖，联合国将和平女神的桂冠送给了妈祖。穿越千年，妈祖完成了从航海保护神到世界和平女神的伟大升华。
有时候难免会伤痛，也许命运玩笑太多，点点头，心中还有我，是你给我的感动，给我一双翅膀，新的力量冲出风霜，给我一张风帆，新的方向起航，朝梦想的海港起航。是一双翅膀，新的力量冲出风霜，那是一张风帆，新的方向起航，朝梦想的海港起航。我乘风破浪的船，谢谢你给是你的背包，让我不再彷徨，比天更宽，比海更广，哦，起航没什么能够阻挡，天荒海枯依然是你的心腹，编织我们的下个港口，下一个梦，编织我们的梦，眺望海阔天空，下个港口，下一个了得啊，唱得非常好。是哦，先跟大家介绍，刚才这首歌呢非常温暖，名字叫做《启航》。启航。那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在这个去年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的第五届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里面的总冠军，名字叫做林伟龙。哦，林伟龙是比赛出来的，一定是实力派，唱功非常棒。才刚刚要出唱片，马上就有人举他的牌子了。对啊，粉丝哦，对，很棒的。好好给他加油，希望将来能够非常的走红。是，而且呢，要向大家这个特别的透露一下哈，就是伟龙呢，他本身就是妈祖的信徒，是，而且呢，他之前很早就曾经说过，说有一天他的梦想就是可以站在一个舞台上，然后把自己创作的歌献给妈祖，所以这叫不叫梦想成真？那他应该算是可以瞑目了啊！哎，梦想成真了啦！梦想成真了，对啊，是很开心的了啊！当然啦，那在这里呢，接着下来要介绍这一位啊。
也是他们算是也是逐梦的追梦人。哇哦！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表演呢、啊、都是在失败中成长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因为他们要表演这个叫做抖空竹。抖空竹呢，也就是我们的扯铃。对，而且这个男生呢。他其实是这样，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哎、可是在有一天想要放弃的时候，他说也是妈祖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哦、有勇气继续走下去。今天这个舞台不可以不来，因为要在这个舞台上用出色的表演来表达对妈祖的崇敬、啊、周杰伦也讲过一句话，那么会撤去撤令又又又，宪哥这很会扯、哎、真有这首歌啊。好啦，等一下大家特别注意看啊，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铃一不小心啊就会飞出去，有可能会打到你了、哦、一起来欢迎我们、哦、宋家正舞动先来来啦。For me
彩的表演了，看起来很惊险，不过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妈祖舞波比来再度的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谢谢家政。好，那其实呢，各位朋友们，那妈祖呢用他母爱般的庇佑，其实就像一道道神圣的光芒，不仅可以照亮我们心灵的航程，同时呢也在滋养着无数的怒放的生命。的确，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是，其实呢他的音乐你每次听到都会觉得他是来自于内心的呐喊，他的确是用生命在热爱着音乐，然后呢再用音乐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在他的歌里面你可以听到痛，听到爱，也可以听到希望。所以呢也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他是第一次来到台中，来到大甲，他是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他非常非常的着迷，还有让他最感动的就是大家对于妈祖的虔诚，所以他准备在这个舞台上为妈祖献上非常非常精彩非常感动的歌曲。大家请记住，他的名字叫做汪峰。我们有请汪峰，怒放的生命，有请。在路上，曾经有一次走着断了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就一直平凡的生活，我想将怒放的伤失去的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的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为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梦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就是伫立在彩虹之巅。
能够受到邀请来到台中大甲参加这次盛会，我想也仅此代表大陆的歌声，可以给在场的所有的人，在电视之前看转播的所有的人带来爱，谢谢。还有就是希望能给妈祖带来荣光。下一首《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心有改变，被褥二十四小时热水滚下，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墙下在天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摸清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的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的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臂膀，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也不住地流淌，也许
一座宫庙都有妈祖神力的护佑，每一尊神像都念着生命的平安符。在妈祖的面前，海水有了血缘，在6000多座的妈祖宫庙都有着同样的呼吸。在妈祖面前，心灵没有距离。我们也祈问着世界和平，我们也希望人间大爱，福祉延绵。接着请看第四篇章，普天同福。在海峡的两岸，在世界的五洲，妈祖不仅是航海保护神，也是安定团结之神，和平相处之神，共同发展之神。如今遍布全球的妈祖宫庙6000多座，妈祖信众已达3亿多人，每一个大陆都留下了妈祖的圣迹，数亿人心里都有一个妈祖的故事。天下妈祖是你我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福祉。Thank you.
哇哦，其实啊，妈祖就是这样从人间走来，那成为了我们的海上平安女神。而且呢，她一直都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中间，守护着人间，普照神光。是的，于是世界充满了虔诚的祈祷，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盏明灯，都开满了善念的向阳花。所以接下来要向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要为大家献唱的是来自大陆槟城哈尔滨的一对原生态的演唱组合。这个男生呢叫做季斌，那个女生呢叫做安静。安静，对，安静跟季斌，所以他们组了一个团体叫安与骑兵组合。所以就这一首歌。但是现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宪哥，他们两个呢不仅是舞台上的组合，而且呢也是一对非常甜蜜的恋人哦。哎呀，那真的叫做琴瑟和鸣啊。所以等一会儿大家可以在他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表演中呢，可以看出他们的清新的风格，而且还可以听出那种爱情的甜蜜。所以他们能够合作在一起，同时又是夫妻，这样的表演是最棒。那今天我们两个一起主持也很开心啊。雨叔不好意思哈、宪哥刚才把你忘记了。是，赶快来欣赏他们的向阳花。有请。向阳花，向阳花，
好听哦，这个原始的呼唤啊，这个一般还记得去年吗？那个忐忑也来过，有吗？哦，对，哎呀呀呀，都很有特色啊。但是你看哦，只要能够登上这个舞台的，绝对就是实力超群，而且呢，也是那种偶像巨星。所以接下来天王级的人物，要一个歌手，要三个主持人来介绍，那一定是很厉害的。谁来了？谁啊？刚刚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是谁啊？罗志祥。李佳辉，小猪。去问他家龙啊，难过进去擦鼻，观众太多陌生人也多，听爱没重播，谁在听我？快说，难听掌声也不为过，我想打动你的心里头啊，嘿啊。是谁先出头啊？给我一点笑容，骨子里的冲动，这是非你不可。今天你要背上我。谁在听我？他说，男人掌心也不为过。我想打动你的心里头啊。一个飞扬小丑，红色的模样，一时贪心接受。我眼神发出了电波。我没有说什么，是你在想什么？两个棋逢对手。先笑声来啊！一脸红红的瞬间，期待着给你的笑，会不会？是靠对手冷冻的手，预告你的心脏属于我。握着手，你想和你好，我在越动，预告你的心独一无二。握着手，想和你交手，不从几杯酒。跳跳跳跳！起舞来，是你好，你好，小猪。哎，跳起舞来越来越有我的味道了，真的啊！而且今天穿的衣服跟我自己好像啊。哎，你们可以停止了吗？你这一套我好像也跟你很像，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今天本来啊只有我访问你，但是赵娜说，小猪来了不行，我一定要出来，所以他就冲出来了。哎，其实是反的吧？本来是我应该出来，是你后面出来的。哎，别抢别抢，我跟你讲，这样好了，好不好？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我们来个，可以抱一下吗？哦，你们两个吗？啊，不不不不，哎，那个赵娜可以抱一下小猪吗？我可以代表大家吗？啊，可不可以？哇，代替我们严董抱了，好不好？哎，其实大家都是妈祖的孩子，所以我可以来表达一下爱的拥抱，谢谢。哇哟！谢谢。哎，好，接下来我们要有精彩的第二首歌要送给各位喽。首先要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因为我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有我在》，是，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的专辑，没错，已经开始预购了，但是今天唱的不是《有我在》，不是这一首，不是，然后是大家一起票选要决定要跳唱哪首歌，哦，什么？是这个啦，啊，阿董，三个字哦，李小龙，精武门，精武门，下注了。
千不要带去点名啊，曾飞跟我上街去游行啊，八地今天要生命啊，什么舞台统统要来定啊，在哪里演戏啊，小老弟啊，年轻杀出那一丁点本领啊，洗耳恭听快冒起来学习，大发善心守土地啊，想要学习必要动机，请叫上来你信不信啊，嘿呀，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啊，我是冠军啊，哎，这边的朋友越跳越带劲啊，吼啊，狮子头人独儿白长头不必十八般武艺，你听说你想要报名啊，考虑有没有那根筋，我看一眼就搞定啊，凡事都要照规定啊，进屋门里什么都无定啊，不让他虚名啊，不能乱吃冰淇淋啊，蒙眼睛啊，对待所有的敌人啊，都尊敬啊，大半夜上床戴耳机啊，接受当催眠的声音啊，做梦都不停啊， Now Now Are you part of the call？ 你信不信啊？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啊， You gotta know， 我是冠军，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up。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啊， you gotta know， 我是冠军，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up， Here we go now。冠军啊， Now 啊，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up，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啊， We wanna know， 我是冠军， We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up。I love you。好，各位朋友，妈祖文化呢，经过了千年的岁月，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了连接海内外的华人和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已经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成为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妈祖的浩荡神恩，也让我们一起来唱响这熟悉的旋律。哇，每年都要唱的。妈祖之光。你带走昨夜的红尘。
烟火了，但是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妈祖对大家庇佑却是永远都在的。是，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光临，朋友们，再见，再见，希望我们明年继续回到这里，再见，再见，谢谢你们，记得妈祖爱你，再见，谢谢。也感谢我们各单位非常努力啊，把今天的晚会呢做得如此的成功。也希望我们绕境游行啊，大家可以注意安全，今年平平安安的游街，然后呢顺顺利利的啊完成绕境的仪式。谢谢你们，再见。